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以前是那么的优秀，我也有你这样的哥和肯豆骄傲，你为什么要辜负他们对你的信任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已经晚了。事态突然变得非常危急，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。贺氏集团红酒危机的公关预案，我们这边有重大发现。周启华，你们兄弟同心协力，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。Are you ready?总遇上渣男，渣男哪里渣？这是调查到所有的资料。如果我们可以敲定几个买家，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销路。这是恒氏集团最后的希望。我周继华也不是吃素的。能耍流氓啊？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为父母之友。